1699，今天来到上麦 PRM 去体验年轻人的第一款 VR。现在我们要进去电影世界里面了。你不要打火箭，你不要打火箭，你不要跑。阿珍爱上了。哇，太喘了吧！这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哎，太喘了。这一间就是全东南亚第一间 Pico 的旗舰店，就在 Sunway Pyramid， 你们可以直接进来试玩，很爽啊！这很好笑哎，这个是卫生关系 ，OK、啊。感觉很兴奋，等下我们要进去电影世界里面了。因为技术关系，所以我们先打电脑人，先不要打高级的真实玩家。我技术就这样。哎，来了！你不要打火箭，你不要打火箭，你不要滚！阿珍爱上了阿钱。别滚！真实的感觉，因为他真的好像打在我的脸上这样。啊不要！哎，姐姐有练过平时，而且我打的时候我感觉手上是有那个震动反馈的，所以就好像真的打在我脸上。哎，可是这是真的是很喘的一个运动来了。哎，我发现我刚才打两下，我从虚拟世界变成真实世界，我看到镜头，我打两下又回去这个游戏世界。哇，太喘了吧，这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哎，太喘了。我觉得你们买回去可以 try 运动，真的，而且你们不用出外面，你们只需要在室内就可以体验这个这么喘的运动。哦，124，刚才 One Minute Ago 是157，我现在是124，真的是有运动到的。会不会撞墙嘛，这个是怎样的？下来，不要撞墙。哦，不要。哦，闪墙。这个呢？对，哦，哎，我看到自己影子，还有一个反馈哦，真的很真实。而且我是玩 VR 会头晕的人来的，但是我这个完全没有晕哎。我之前一直不敢玩 VR， 就是因为我很怕头晕。但这个不会耶。溜了。耶！耶！才57%， Oh my god！ 他讲 congratulations 就是不错的意思。啊、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 lens。哦，原来江主任看着我的。对啊。之前的 VR 可能是需要人家哎帮我 adjust 一下可以吗？但是这个完全是可以靠自己。OK， 这个 controller 它其实它的握感哦是非常好的，而且它每一个 button 哦，其实它刚刚好就是够足够突出，让你去按到那个感觉，因为我们是看不到的嘛。所以它的 button 哦，其实那个感觉按下去是很真实的。然后它这个其实是它的 sensor 来的，然后当我们玩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个震动的反馈，所以它会感觉，哎，我真的是有 hit 到那个东西，或者是我真的是有碰到的感觉。那刚才有人问我，如果近视的话怎么办？其实这个 VR 里面呢，它是有留一点距离，是给你戴眼镜用的。但是如果你的眼镜太厚的话，没有关系，它其实是可以另外调那个瞳孔距离的。所以就是从蒙调到变清。OK， 就是这边，你看啊，我现在看东西是很蒙一下的，然后我们这边就可以那个距离，它是可以从62调到最高72的。OK， 你看。这是越来越萌 ，OK， 对，现在72是比较适合我，因为我有差不多200度的近视，然后我现在是完全没有戴眼镜的状况。OK， 可以啊，我刚才试完了这个 Pico 波折，我只是觉得很好玩，这个感觉就很真实。如果你们也想要体验一下这么真实的虚拟世界的话，你们一定要来到 Sunway Pyramid 这个 Pico XR 旗舰店，里面大把 game 等着给你玩。然后另外要跟大家讲一下。它的 promotion 从今天开始到12月25号哦，只要你买的话，它的原价是1699，现在只需要1599，然后还要再送你8个 F， 再加一些 accessories， 所以来这边看看玩玩，然后还有谁要挑战我 ？Come on！